这次我们集结了七大工会的精英成员，共同围剿巨魔侠。中草堂，背靠联赛第五、第七赛季冠军威藏战队，实力强劲。霸气雄图，沿袭了霸图队长韩文通的风格，打法硬朗，让众玩家闻风丧胆。同时，还有百花谷、轮回、呼啸山庄、踏破虚空工会的加持，能量倍增。 风书烟幕上线，坐标375690。它上线了，包子入侵出现。大鱼就要来了，各位，巨魔校这帮人联手起来，实力不容小觑。这次需要我们精诚合作，现在风书烟幕。 一寸灰，还有包子入侵，分别在空之灵外的不同地带，短时间内他们很难汇合，我们逐个击破。全队围攻，快上，直接绞杀！ 看来这戏还不止一出，大家一会儿在空之灵空地集合。是。 好嘞，别让他们汇合，趁他们落单，挨个击杀。知道了。集中火力，顶住一次灰。 先躲躲再说吧。狠狠的打，一个都别放过。你跟一帆汇合了吗？汇合了，不过对方人太多，我们根本冲不出去。让一帆放严阵，加持你的攻击。包子，应该离你们不远，玩得过去支援。好。包子，你怎么样了？老大，我后面好多人在追我呀！怎么办？帮帮帮帮帮帮！怎么了？ 这么黑啊！队长，包子入侵跟丢了，应该是找到附近的盲点躲起来了。我们分组，地毯式搜索。嗯，还不看不见我？这个地方还不错。踏破虚空工会去空基城外守着。 韩炎柔复活一定会选择去空基城，城里不能杀人，只要出城，立刻杀掉。收到。收到。这次一个都别想跑。
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，你先留在攻击城等待时机。嘉王朝的兄弟们，准备围剿君莫笑，一个都不要放过，全部干掉啊！是。我勒个去，这么多人啊，转眼就成蚂蚁窝了。哎，老爷，你个没良心的，自己跑路了是吧？喂，等等我，等等我。现在没人了，老实交代吧，老爷，干什么缺德事了你？你是爆了人家装备，还是撬了人家女朋友了？哎，我猜猜看啊，是不是老韩知道你下了荣耀，怒其不争，所以要把你打回去啊？也不是啊，那你别说别说，让我猜一下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你老爷酝酿什么大阴谋被人发现了，所以大家都追杀你，对不对？这边也没有。咱们去那边看看，一队去左，二队去右。收到了。难得啊，孩子长大了，学会克制了。卑鄙无耻，君莫笑。说好了跟我 PK， 又套路我来打架。蚊子炮在我这儿，我跟着我，跟紧。你坑队友的方式，还可以再直接一点吗？喂，这个可不怪我，是你不让我说话，我才刷蚊子炮的。我已经够配合你了。你也不看看这些人都是谁招来的，你嫌我坑，我还嫌你麻烦呢。好了，现在我要跟你保持距离，我要甩了你。他们俩要跑，分头包上，分头包上。